口袋四八还我妆容，我的妆呢？我的精致，好吧，也不是很精致。我的精致，我的妆容呢？被吞掉了吗？就这么被吞掉了。对呀、啊，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的一桌麻将，我的一桌麻将给大家看一下。是吧？好看吧？笑死了，破案了，友友们！一桌麻将就是这个小灯泡之间打架的声音。等会儿有点干。对，背景完了，背景比我本人好看怎么办呀？可以拿拍立得，其实。拄着拐上五楼，天呐，你们，唉。有没有就是说，老师有没有安排同学帮你呀、啊？对呀、啊，小飞象。本来想说欢迎大家来帮小飞象过生日，但是觉得好像有点倒贴了，所以就改了这个比较接地气的题目。我叫翠花，今年18，我是村里一枝花。晚上好。东北下雪了，真的假的？突然想给奶奶打个电话，不是。就是说，我看一下天气啊，东北下雪了没有呀、啊？东北最低也是4度呢，没下。对，你看东北的朋友说没下。嗯，奶奶，对，奶奶现在已经睡了。我要打就是属于扰民了一个。乌鲁木齐，哦，确实确实。新疆那边的话就是温差超级大，山上飘起小雪花，天。我也在开空调，对，我看东北现在就是6、7、8度还在下雨的样子，啊，这个小飞虫就是在这里，看看我能不能抓住它，嘿，哎呀妈呀，哎呀，差点把镜子给干掉，也没抓住，快不行了，嗯，怎么快不行了？用代码的一个网站，发现我打不开，为什么我打不开呀？是发不了网站吗？还是什么？哎，这石家庄，对，传下去，张瑞敏已经敢抓虫子了。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的妆容就是一整个被口袋吞掉，完全看不出来的感觉？搞得我想戴一个眼镜了，谢谢谢谢，翠花，大家好，你们好，你觉得我用戴个眼镜吗？不用戴。没事，我就是这种，挺好看的，是吗？好看吗？是，其实灯也不怪灯啦，就是口袋直播就是这样。我就是没画太浓，但是也是画了，给你们凑近看，是不是还是能看出来一些精致的感觉？那我就这样直播吧，嗯，我就这样直播吧，怎么样？就是离远的话看不太清，是一种，这叫什么伪素颜妆吧，就当做是伪素颜妆吧。主要是刚才出了好多，就是跳舞又出了一些汗，又吞掉一些。没开特效，因为我就是说还好我聪明，我在9点多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我在想我的这个新下的手机是不是就是这个口袋四八，它到底能不能直播？然后一点开，嘿，果然不能直播。于是就提前就是用之前的另一个手机登上了口袋，要不然我又会迟到很久。对，当然他只能看到闪，并不看，好像也看不出来别的妆容效果。就是说，哎，这个小虫子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哎，就是抓不着它。Yes，我抓到了。对，18岁生日。传下去，我明天过18岁生日，拄着拐，我的天呐，你太惨了吧！真是你亲姐，也不愧是你亲姐。
这还那什么，谢谢谢谢你，七加六的生日帽，好久不见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对，传下去，我是徒手抓虫，徒手抓虫小能手。哦，没放音乐，我也觉得，刚才把这个 pad 放在那，嗯，哦，好主意，我就说嘛，有人闷吞，对吧？七加六，好久不见，有没有发现今天少了一点？同学和你爸也过生日，那你真的好忙啊，赶场子一样，仿佛。哎，我没连上呀，嗯，但是没电了吗？有的。吓死我了，给我对不起，对不起戴耳机的友友们，对不起，不要退出直播间，不是，对不起，不会发生这个事情了。50分钟是，你在外放。啊，他不在通信范围，为什么？他不会没电了吧？有的时候可能是你连了另一个。咦，对不起。你看，我把我耳朵堵上，我把我耳朵捂上，连不上呢，是不是连到你上面？把我耳朵捂上。是呀。你暂时将我耳朵闭了起来，关了吗？你看，好像没连上。嗯，它就是现在是一个不太能开的状态。它是不是快没电了？我感觉。没事，我用 pad 放吧。嗯，连那个吧。没事。那个。你们有没有看过我一个老婆的视频，就是林大莲的那个兔耳朵的 What is Love， 哒哒哒那个，我们可以搞个这个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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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看一下哔哩哔哩有没有什么 live。这哎，这是小飞象 ，you know， 小飞象这是。我嗯。没关系，我先用 pad 外放就好了。朋友们把小飞象打到公屏上，我这个版本的口袋现在是说，就是说打不了公告，所以没办法告诉每一个人。猪耳朵是尖的，猪耳朵是个三角形的。我们宿舍里有小猪玩偶，你不要骗我，我可知道猪长什么样，我可画过猪，我给海王画头像的时候画过猪。对，我见过猪跑，我还吃过猪肉呢。哎呀，笑死，就是宿舍灯开的。写数学去了，加油加油加油，你快点写，加油写，一定要写好哟，认真写，千万不要，对，因为在找耳机，后面灯跟着我一起跳了，一起跳舞，是吧？我也觉得，主要是这个灯开的也很好看，这个日落灯确实很久不用，还剩两篇作文吗？我16岁有作业吗？我16岁，19加16，16岁的时候是。2014年啊、哦，那我确实还没毕业，还没高中毕业，有。但是吧，我是一个写作业比较随缘的人，这就不多讲了。那个能连蓝牙吗？
没事，我用这个放吧。没事，这个放的比较有感觉。对。我终于知道了，因为这个光是侧着过来的，没事，挺好的。打印的资料好惨呀。嗯，有课的早点休息，早点睡觉。真的吗？你不要说，你不要因为我要过生日了说违心话，我觉得这都看不太出来我的妆容了。我们这就是传说中的初恋妆，不是，真是不要脸。呜呼，谢谢，谢谢，谢谢小钟，每天都好困的荧光棒，你不要太，你不要，上课的时候不要太困了、哦。谢谢小彤的奶茶。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放这个就挺好听的，只是你忘了。我也没激情，呜呼，被小情上身的一个状况。就说我爱你，没事，老师不看你，那也不行啊。我们上课认真听讲，不是为了老师。走过，路过，没遇过，回头，转身。谢谢小张的生日礼物。会呀、啊，但是我在想，如果它特别特别长的话怎么办？告诉你装的，谢谢 Lucky 的99铃铛吧。转圈圈已经提前射屎了是吗？别敲门啊，不会被甩完吧？他这么早，是吧？应该不是被甩完。笑死了，今天被甩完太好笑了。啊，还真是被甩。我忘记带点睡了，我就忘给你了。你哦，是小鱼呀！啊，小鱼，来来来。啊？怎么？你觉得不是我？没有，吓死我了，我以为被传呢。没事，小鱼，小鱼好，小鱼好。哎呦！别上我。哎呦哎呦哎呦！谢谢。哎呦呦呦！还是蓝色的，真不错，好好看呀。适合你，我怕我一会儿睡着了，我就忘来了。对，我先送给你啊，生日快乐，拜拜。哎呀，好潇洒呀，拜拜。一会儿，我一会儿再给你一个。行，哎呀，还包，哎呀，太见外了，我不给你压岁钱就不错了。看，别说跟我的猪耳朵不是，跟我的小飞象耳朵还挺搭的，是不是？快合影。真的，这个颜色非常 nice， 可以说。还是错，你我不曾感受过爱如烈焰。确实，被传要是来我的屋子就不能消停了，所以听到是小鱼来，我开心的不得了。谢谢小张的生日礼物，今天贼好笑。今天我被困在走廊的时候。我被困在走廊的时候碰到了魏楚涵，然后他就是说看到我之后突然想起来我要过生日这件事情，就后来就出去了，拉着小卢就出去了，然后吧我就在宿舍里接到了一个来自魏楚涵的视频电话，他在出租车上跟我说给我准备，要是给我准备一个惊喜。沉默了。这小孩大神可以说是大神密谋，大神预言，对，秘密行动。没事没事，好好的欣赏。是什么？爱人就走过。你有什么想法？有点害怕，丑杯子。你们咋都知道呢？我刚才看到了，但是我看到的是他给神奇爱前辈搞的一个，就是确实说，有一小点的丑。对，大声明谋。谢谢莫瑶的神，大声明谋。爱人就错过。嘘，你们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找他，千万不要找他。等快12点，他过来吃个蛋糕就行了，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叫他。我们小点声，我们关上门说自家话好吗？完了，已经提前开始害怕了。你们不曾感受过想装的。我发现我这个角度会更好看一点，因为光是从那个角度过来的，而且这样的话也能照到我这个气球，所以就这样吧。这样直播不错不错，我真是个机灵鬼。就一首歌。哦，没事，这不还有一首歌吗？你去高中。打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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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没有，这个只是进来的次数不一定900多人都在线，所以我们认不出来。对，你看人家都认不出来，应该就没有。把他作业给撕了，不是，太精神了，睡不着。没事啊，明天有的人明天不上学吧，应该。以为是一卷胶带，太损了，笑死，被传做了几个杯子，他们说以为是一卷胶带，笑吐了呀。对，我撕的，然后老师会重新给你一份，让你重新写，你还有两套四级，加油。后天上，对啊，应该大多数都是8号。所以就是以前小时候也是，别人都是很怕那个11结束，但是我因为是生日嘛，所以就一直还挺期盼生日结束的。给你发小个声。啊，他跟我一天呀。祝他生日快乐。谢谢夜笙歌的玫瑰花。这个 BGM 叫什么？其实我也不记得。这是就是反正是我们在放一张告五人的专辑，就是放到那个上面。这是那个，这首歌叫什么？叫做法兰西士多。法兰西士多 OK。 哦，提前过，因为要开学了是吗？不错。你在想如何水作业？怎么都没开动吗？啊，看我这。对，法兰西士多。谢谢17的生日礼物，谢谢有人的猫走丢了的奶茶。对不起，我怎么一念就想皱眉头。睡不着，为什么？你是说要睡到今晚11点，还是明天早上11点？你想想呀，22页数学，我们一天写3篇，就差不多了。4000字确实是沉默，挺沉默了。认识他们是你的福气。欢迎大家就是加入我的应援群啊，就是有很多人能辅导你写作业，96798735252，欢迎大家。你也想写作业？确实我也挺想写的。上次就是说无意中看到了一篇数学题，就是迫不及待的拿 pad 当草纸写了起来。太久没背了，不行了，没事，就是看在你是课业比较紧的份上，原谅你了。你把你作业发我，什么哪科啊？我就是，但是吧，我就是看到题，就是反应过来，我确实是太久没写，很多公式和知识点都忘了，要现查知识点，然后再用那个知识点才能写题。高数呀，那我肯定忘的差不多了。上次看那个微积分的题也是，完全忘记了它那个什么 ，dx 那些东西了，还有什么？算了，不提了，不提也罢。对啊，一听见头发已经开始掉了，确实。基础解剖，这个应该是稍微小众一点的。基础解剖的话，猫猫会是不是也会？
物理要背53、54秒钟。驾驶电瓶车，我想学，我确实挺想学的，但其实我也有点不敢骑。我平时过马路最害怕骑电动车的，因为它一般都跟人行就是在差不多的道上，所以就是走路都不敢自己走。为什么是小报告呢？他们不能说我可爱，他们应该说我，想个词儿，我就一直保持这个姿势不动，只动嘴皮子。这个角度好像还挺好看的，我就先这么这样式的。家人们，我决定固定到这个角度了，你们觉得怎么样？就是总会有一个最好看的角度嘛。不够做个什么思密达，就是那个游戏的那个电击小子。为什么这明明是小飞侠？我不知道呀，我坚持的肩膀有点痛。我现在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抖音的那个游戏的那个视频，为什么我是那个小孩儿啊，我是那个唱歌的小孩儿，而且还给我用一张那么丑的照片。我有那么多好看的照片不用。四天月考，那你得熬夜复习。他还艾特你们，多损呢。确实，因为他会消耗物理的氧气。要不要把这个改成通风？哎呀，动了，回来。好，继续维持这个。对，就是挂树上那个，不是，人家本来不是挂树上，人家本来是一个贼大的玩偶站在那上面，不是挂在树上，它只是站的那个高度正好在树杈子上。我瘦吗？我哪里瘦了？确实有点瘦，不是，但我也没有特别瘦吧，说实话。今天打饭的时候看到陈倩楠前辈，他的那个腿跟杆儿一样，胳膊肘子还行啊。这么看其实这还是有肉的。我现在比较犯愁的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由于它太像杆子了，就是。我穿半袖的话跳舞就会觉得很不好看，也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跳那些那种舞，就是也可能是自己力量胳膊的力量不够，就觉得还是每次就会想穿长袖。我吃的也不少其实，增肌。其实也是有肌肉线条的，强行，我就是体脂率蛮低的，但是可能就是肌肉有肌肉，它不一定有力量吧。对啊，就是不跳舞的时候看着是帅的，就是跳的时候可能如果力量不够的话，就会就是像一个木棍在这儿，你们懂吗？像个火柴人跳舞，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会，你看。比如说大家跳 hiphop 为什么会穿宽松的衣服，因为看起来会更有感觉嘛。有道理。我之前也练过，就是在很久以前，就是疫情那段时间在家嘛，天天就是在 keep 上练这里和这里还有这里，那边还买了几个小哑铃，但是肯定不会大老远把它从东北带过来，可以在网上再买点。英雄，我怕我跳出来变成什么了，我把英雄跳成了狗熊，不是。不明白是因为的故事。单只三公斤，我好像当时买的就是1公斤的还是1.5公斤的，来自一个弱鸡的。哦，练拳击不错，我其实挺喜欢打拳的。
每天深蹲120个。啊、哦，有道理，可以练下盘的力量。啊。怎么突然开始安利这些？但是我觉得这种就是，也不是说不好，我也挺喜欢的，这几个舞蹈，就是可能是太多人跳了，我觉得跳不好就很那什么。如果我跳一首稍微小众一点，就是没有那么多人跳的，就不会那么。来了来了，我和小周掰手腕。对呀、啊，我以为我会把他一下子掰赢呢。谢谢司机叔叔丢99英镑。我猜你是小周。谢谢17的生日吗？对，我其实也发现，就是你。带感的舞，你说的是哪种感？性感吗？我也挺喜欢跳女团舞的，说实话，现在。对啊，哼了一下，掰手哪里发力？确实，感觉这都会发力。爵士，嗯，上次跳的那个。也不知道算不算爵士，就是女团舞泫雅的，不能算爵士，算女团吧。爵士其实也有蛮多种的嘛，有那种很需要力量的，有那种很性感的，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四个梯子，懂了。确实有的时候你就是做平时做一些事情，生活中的事情的那些力量和你掰手腕的力量感觉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他为什么鸡叫呀？发生了什么？因为我也很喜欢，我一直都很喜欢 NCT 的舞，但是有就是。不过我觉得他们的舞就是属于那种需要找很多人然后一起跳那种感觉比较好，因为他们很多那些队形的变换，那些队形的设计都很好。而且我也很喜欢 NCT Dream 嘛，因为觉得很有，就很喜欢那种很有少年感的舞。其实比这种我可能是我怕自己性感，我自己看不惯自己这个样子吧，所以就是其实还更喜欢他们那种有少年感的。真的吗？是他对我有滤镜吗？Yes, yes, yes, yes. 左撇子，对，我是右撇子的，我不是，我是就是右利手，但是我好像左手也更有劲，我也不知道。横七公呀，横七公呀。那我们讲明就，谢谢小蛟龙的巧克力。哦，找个人跳 Trouble Maker， 哎，其实我还挺想跳那个，我好怕我说完之后就是说又不跳，大家就是会很失望，就是一直很想跳。我其实更想跳那种看起来很开心很甜的歌耶，就是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双人版的那个 G。随便拉了个实名证，这也可以。你们知道吗？那个双人版的很甜的那个，我看到了各种版本，男女版、男版、女版的都看到了。金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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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哎呀不行，给你们看原跳。万一如果假如以后我翻跳了的话，你们会发现有很多不一样。是哪种甜？要不给你放给你们看呀？算了，你们想看就自己搜嘛，就。叽叽叽叽，baby。那就不看脸了，戴个口罩，戴个帽子。
是。我的脸怎么就不适合跳甜的歌？我跟你们讲一个你们不知道的事情，就是来四八之后，来四八之后的我们的第一次考核，就是我们当时是分有唱歌和跳舞分开考的嘛，然后当时的第一次考核唱歌，就是唱的是无尽旋转 I want you I need you 就是这首歌，然后我们当时是两个人两个人一组，我跟我们这期的一个甜妹，但是她后来不在了，但是后来走了，但是她还是很厉害的，就是她等她再过两年再回来，就是说当小偶像我也觉得很合适的那么一个人选啊，就是我们两个一起一组，之后还被叶总表扬了，当时因为她说我们两个表演的就是充满元气你们或许不相信，但确实是有过这么个事儿啊对呀，因为在那首歌前面不是有一个 1, 2, 3, 4 那是那个时候有点不好意思，那个时候对自己有点不自信嘛，就是第一次公演 MC 的时候对自己有点不太自信，因为觉得1, 2, 3, 4不，但是只是唱啊，没有跳，当时倒是没有跳。对啊，我就觉得元气的歌曲能给人很多力量，但是。你要看一下。你要拿拍立得帮我照相吗？要啊，一会儿。对，传下去，我是元气偶像。虽然你们觉得我看起来是臭脸，我臭脸嘛也不是很臭嘛，请看我笑得多开心啊！我想把你拍张照当看你的胸。对不起。啊！救命！我们是拍食物的。不拍了呀，我刚好继续摆姿势呢。牙露了，我一直在露牙呀。牙露了，是我的种植钉露出来了吗？笑死！怎么就晚安了呀？确实有点放不开，但是其实我平时拍照也是这样，照了照镜子，再看了看直播屏幕里的自己，你实在撑不住，早点休息，早点休息。你没，我没之前。哦，对不起，那我就不比。快给我拍照，快快快，就趁现在。一、二，我每次快摁下去，一、二，好，我挡住你。不行，绷不住了。被传干嘛？被传说啥呢？他说啥了？我咋的了？没有呀，我还等你来吃蛋糕呢，被传。你的脚露出来了，还是腿？对，你的腿永远都在外面。我看到了，
小鱼也要吃蛋糕是吧？我还没蛋糕还没来呢啊、哦！我就是说一会儿。谁给你买蛋糕的呀？我有达利园小蛋糕。笑死了。嗯。小鱼在哪？小鱼在他的宿舍吧。我在哪？我在宿舍。你们两个要是想对话，你俩打开微信。笑死，没事，我播我的，你们聊你们的，他们聊他们的，大家各聊各的，多和谐的一幅画面。干嘛？于佳薇，你能不能把名字打对？每次都打个哒滴，哒滴是啥？哒滴哒。对，我是房主。这是什么后遗症？占据后遗症。对啊，原来是你一直都错了呀。你在给我修图吗？对不起，又是自作多情了，笑死。哒滴哒，你在？是小周吧？你是小周吧？哽住了。我没有才艺捧一，没有，我可没有，真没有，我真没有，别听他瞎说。咋吼呀，我咋吼呀，就是嗷一嗓子，是不是？没有，就是小鱼来和小贝来是两个应对方案，你们懂吗？我说我不是我也信，你说你不是我也信，那你是谁？你告诉我。因为大家都在线，只有你不在。那我让你想选谁？我选择净身出户。他这个问题已经问过我，就是大概有一年了吧。是你小号，那你切的好快呀。你是7.29，你是拉票，你是拉票公演。嗯，我懂了，一下子就懂了呢。最初的我们，把自己掐醒，那也不用这么对自己。我这倒是有点肉。我要笑死了，把这个截屏，太好笑了。小鱼是暖心小棉袄，小贝是破洞小马甲。我选你们呀，我当然选你们了，你们是无条件的。我净身出户就是来找你们的，我从他俩那儿净身出户才能找你们，对吧？我屋有肉，我就是一块五花肉。笑死了。把我们的零食箱保护好，我感觉被楚涵要过来了，进军了。他问我屋有肉没？有。小鱼是暖心小棉袄，你是破洞小马甲。笑死了。我在门口写了那个被楚涵禁止入内，笑死了。那你们是碎花大棉袄，你们是碎花羽绒服。被你发现了，我一会儿就给这个零食箱安个密码锁。
想吃，要不要给他拿一两包？被传想吃肉，进货了吗？上货了，上货了。哪里 man 了？人家是甜妹的，人家是甜妹音。这个刘海就是够不够？没有啦，我就是我，不被定义。不卡了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卡，大王看不下去了是吗？大王一会儿我看，大王直接给我拉黑了。给我填卡了，这个我倒相信。我没有夹子音，夹子音才不是这样呢。对不起，米安妮，一会儿又卡了。你刚才可不是这么对我的，怎么现在就是看到我就想吐了呀？已经，对，我已经 stop 了。恢复正常的朋友们，想听我唱什么歌吗？想听也不给你们唱。一直那样那样那些歌，咽回去吧。有证据佩戴不给你们看呀，我怕再给你们吓飞了。好运来也不错，确实。还有那个蔡国庆老师的，笑死。这个那首歌叫什么？365个。我把那个关掉先。哎，怎么关掉呀？关掉。哇，这个版本别说还有点好听呢，是不是？这个版本的。五个日出，送你365个祝福，时钟转转，144十圈，我的心田藏着1440多个思念。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吉祥的光又环绕着你。不会唱了、啊、这句。谢谢大家。想唱第二段的时候，大家能跟我一起来唱好不好？这日光照着我30年了，我还没长这么大，确实是不太会，只会唱那一句。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440圈。多个思念，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要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永远环绕着你，要要，突然曾毅上身。
我希望这吉祥的光永远环绕在你们的心中，亲爱的中国。你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每天转了1440圈，我对不起小船，对不起小船。不行，我要守护我的最后一丝偶像包袱。确实，蔡国庆老师真的很厉害。对不起嘛，守护最后一次偶像包袱。那我们先唱一曲那个什么，唱一首抒情歌。我喜欢看你孩子般走在前头，像第一次发现世界的探索，告诉我鲜艳的颜色好多。你改不掉突然停下来回过头，想再一次习惯性确认什么。谢谢你了。一起走，直到风景褪色的时候，你身后会有我，守护你看见尽头的背后，那片天空等着另一段新的生活。能不能答应我，临别时候或许你就先走。这是小飞象。留给我面对你往后的寂寞，能不能答应我，分开之后放心回头带我，让我明白经过你的手。怎么还唱 emo 了？那我看看有没有那种，有没有什么快乐但是又正常的歌，有没有快乐又正常的歌。好运来正常吗？跟刚才的歌有什么区别吗？这是一个小帽子，大家，这是个帽子。第一天我存在，我其实不会唱呢。嗯，嗯，还有没有 honor？ 确实 honor 别的，唱 honor 更会唱 emo 了。直接，小幸运不？难道不是悲伤的歌吗？3年，还有什么？你是真这种歌难道不会唱 emo？ 不会唱难过吗？啊，这个光带补上就是说好看了很多。婚礼失控，谢谢谢谢谢谢。海底捞太早了吧，有点现在。拥抱，拥抱是什么？我们背对背拥抱，滥用。笑死我，就知道你是小周。滥用沉默在咆哮。你就是我的天使。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知道唱什么了。初恋乌啦啦啦啦啦，乌啦啦啦啦啦。你是草的。我爬不起，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改变。
痕迹，直到肯定。对不起，那换一个歌。笑死，放终极任务吧，要不。下课铃声是爱送旋律，这种感觉很淡定。哎，也可以。我们富婆家跑了，富婆在哪？哪个富婆？富婆饿饿，不是。我很专注，远距离注视着你，连上课的情绪都不珍惜。微风吹起，飘往遥远的距离，那段寂寞的阶梯，老树下课铃响起，正握着铅笔写下关于你的日记，我一直都很相信。偷瞄着你的身影，窗边飞过的雾，能否引起你的注意？那就让思念堆积，下一秒会有惊喜。One two three， 下课铃声是朗诵旋律，这种感觉很动听。心跳加速，等待遇见你，脸红的表情。下课铃声像某种约定，一直延续，期待你回应。上课铃响起之前，遇见那个完美的你。你的微笑让人如此的着迷。谢谢荧光棒。的视线里全都是你，你的眼神。好像在向我决意，还没成熟的缘分，此刻在向我靠近。我认真握着铅笔，写下关于你的日记。我一直都很相信透明。说实话，下一句歌词那个窗边飞过的蜻蜓，我不知道为什么脑海中第一反应都是窗边飞过的蝴蝶。哦，不唱了，哎。我本来就是说，我本来想的是，因为我的手机在这里，所以我可以就是零点准时发微博。但是想一想，你们都在这里，那我还是下播了再发吧。笑的，又卡一遍，谢谢荧光棒。好，那下播再发。噔噔噔噔噔噔噔，对，还有三分钟就成年了，友友们。哇，谢谢连连的白月光的奶茶。写作业，手疼写作业，可以定时。那倒是，但是我就意思是，倒是不影响。我意思是大家，哦对哦，你们也在哦。那还是下播再来发吧，懒得搞那么麻烦。都打不出来，婆婆妈妈的。不是呀，不是，对，确实挺像定制的，是我精心挑选。谢谢连连的白月光。下课铃声是他送上，我还是放歌吧，正常放歌就好了。一阵噔噔噔噔噔噔，放我喜欢的歌。Love song。你咋知道他来了呢？他来哪去？他在哪呢？咱没看着他。哦，这样。他说啥了？我听到了一些坏笑。谢谢 Pakistan 的生日礼物。给钟情人写首 rap， 害怕吗？完了，怎么就完了？忘了什么？他不会忘把杯子拿回来了吧？忘把他的臭杯子拿回来了。
想再过一分钟，我可以给大家表演一个飞天环游啊。夜空中飞翔，笑死。嗯，我们的时间不一样吗？是。生日快乐！谢谢。哇，谢谢这样的生日蛋糕，谢谢。生日快乐，送你的礼物。谢谢，谢谢。把这帽子戴上，戴上。谢谢。把头发拔了。哎，不是这样多好呀！哇，谢谢。生日快乐！哦，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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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谢谢，谢谢。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张元明 ，Happy birthday to you， 给你唱首好运来吧，这样的话。太开始害怕了，太害怕了。谢谢啊，你要听吗？你要听。我现在没有哭。那我给你拍照。没有。有人拍照吗？拍照吧。啊，有。这是第一张还没拍啊。啊，拍完了。笑死，然后一会儿蜡烛已经灭了。哎呀，你看，我觉得有点不太行。会把我脸烧着了。你们没刷牙吧？那就好，一会儿可以。好讲究，拍了十分钟。一二三六六。是不是有点热？第一张是不是那个？因为我拍到你的脚了，啊，你可以把蛋糕拿起来了。哦，谢谢谢谢。好热呀！我来调一下空调呢。啊，没有，看的是送风。啊，哪？红色的。啊，我找不到遥控器了。没事没事。哎。你拿起来了。啊 ，Hello Hello。怎么回事？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谢谢。这样，那我吹蜡烛。哎，我才发现这个背景是装好的。是吧？那个好看吧？啊，谢谢。Hello。嗨。你要不从这儿脱一个吧？好的。好热呀，确实。我的空调，我遥控器找不到了。我的太动静了吗？很喜欢动地板，是不是开错了？啊，我开的是送风啊，这儿呢，我找到了，我改一下。在这个天气，刚好点了两个披萨，不错。哇。拿过来一个。好热呀，真是有随机。哎，还能许愿往那个圈二十快许愿了，为什么像一个老父亲一样慈祥的看着？好了，简单许个愿，简单许个愿，许你的暴富。你真吵，别吵。好了，许完了。哦。自己给自己搞气氛。谢谢啊。我来切蛋糕，哎，要不放在盘子里面观赏一下。对，你也有一条。继续继续。紧张好猥琐。完全就是被挡住视线，隐秘的角落的感觉。你几岁了，张月宁？我才十八岁。好小，比我还小。对呀对呀，谢谢姐姐。是你的后辈，确实确实，长得挺成熟的，就是。不会怕人。这是刀吗？很不知道从哪下手。我帮你吃。吃啥？你就不吃了是吧？我要吃。一二三。我就不能打开，再去吃。小鱼你没刷牙吗？没有你这问题问的老问人丑。我不是啊，我就是怕你不方便吃嘛。
我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新型的在搞的东西。随便吧，两口罢了。有没有人吃呀？披萨？没有。没有。我们这么小的不好意思下。因为买两个。我切不动啊。看看蛋糕哈。因为我刚吃完。这样。我切不动怎么办呀？我切不动怎么办呀？我切不动呀。大猛一也可以过来帮。我喜欢。这 Q 的我真的。啊，你们是冰淇淋蛋糕，我第一眼，你为什么不把那个拔掉呢？上面那个东西，嗯，不行。我第一次吃 DQ 的 ，DQ 的，对，哦。张月明好吃啊！加油，救命！我要打破这个，我要证明。然后大家看我切了十分钟，切不开。没事，慢慢。嗯嗯。然后等到你明年生日就好了。哈哈这切不动、我马上就切开了。啊，谢谢。我切开了。耶、yeah。其实不吃也可以。那其实你不吃也可以，因为是冰淇淋。它是瓦的吃的，对，就是瓦的吃，你在那待上半个小时，然后等它化了再吃瓦。其实你切到挺好，就是啊，分两半儿，它是挖的，真的吗？反正吃吧。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切开。你切吧，那你继续。好，就是满足我一个愿望。可以。算了，要不大家把这吃吧。可是他为什么会给盘子呀？好，第一个出炉了，别也给你自己，可是我自己现在也吃不了了，就是你先拿着，那你俩先吃吧，你俩分一个行吗？谢谢，我一会儿再仔细研究。什么呀？拿个叉子。嗯，你可以切一下，然后让他们。哦，不好意思。哦，弄，嗯。完了，已经化掉了。哦，给他留一块，他什么时候过来呀？等他来，我怕化掉了。张诗芸。哇，谢谢。从宿舍跑过来。笑死！哎呀，我切的有点丑，你们不介意吧？就是被我切的有点完了，我现在已经无法。啊，再给你们两个，等会儿我再拿一块吧。小晴，你们。要不你们三个一起吃这个吧。生日叉子哥。我要噎死了。叉子好像不够哎，没关系，我今天正好拿了几个叉子，这几个都是朋友。小鱼你。小鱼。没事，我给你切。啊，要湿巾吗？哦，不用。嗯，是吧？嗯，等我一会儿仔细的。应该是蛋糕吧。嗯，好吃，不错，还热吗？还热着呢，是吗？还热着呢。嗯，过爆了是吗？不是，我刚就想叫你拿一下，因为我怕你的腿。哦。给你，再给小鱼再切一个。小鱼。给你个巧克力球。有个巧克力。不错。哎呀，你这块好大呀，你吃得了吗？吃得了。
切吃不了，你帮我切小一点吧。没事，我已经这样，我能切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好吃吗？我也，哎呦，小心小心。很好吃。再拿一个。你还有纸吗？你要纸吗？我感觉我需要缓一会儿再吃。无所谓。可以。看出来我很热了是吗？你刚干嘛了？因为刚才不小心开成了送风，我就是说直接拿刀吃。我看到了，但看到了，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说呢。不是，大家都不许。可能好的，我明天就开始举轮胎。对，我是一整个搞到了手机上。我切完了，谢谢。好的，我少吃点凉的。没事没事，我现在可以吃。你要什么？我突然想干杯。干杯，来干杯，来干杯。大家干个杯啊！你们的叉子来干个杯啊！简单干个，简单干点啊！来张月明说点。来干杯！还有气氛。等会儿吧。正吃的开心呢，是不是？感谢大家来参加我部里的生日聚会。我和我的姐妹们发光发热。耶，好的，继续吃了。想起了小的时候，每次跟着家人去吃饭，被那种敬酒操控的。啊，谢谢小高，谢谢小高，狠狠错过了。嗯。小高，我帮你把你的你的蛋糕吃掉。嘿嘿。不错，赚到了。感情淡了没有？没有蛋。拿这个刀不太好。爱你。谢谢司机叔叔。小高确实美美的已经开吃了。谢谢谢谢。最后真的吗？最后又变成了一个吃播，就是说。谢谢谢谢谢谢，最初的我们，所以你们这个组织，不会就是哈明彗星吗？还是杨格瑞？知书达理的好老师倒也没有，我，懂了懂了，我聪明呀，我超级聪明。是巧克力冰淇淋蛋糕。谢谢启明费的人间账户，谢谢这样。他的皮肤跟他头发更黑一点。对，大家都吃的特别认真。你要吃吗？飞出来，所以你今天说去干嘛了？去给你做礼物呀。是杯子吗？别想，可以打开看看，如果你敢的话。我还就敢。你确定吗？你确定吗？你小心一点。
你像挖挖挖挖煤灰啥的，不看不看不看眼，这是什么玩意？普通的有光。哎，你这个看不懂吗？我来给你看一下，我带着你来看我。给你解释一下。算了吧。我不看了。看懂了吗？看懂了。真的吗？不看了。那你看一下他给你做的吧。让我看一下是哪。谢谢最初的我们。哎呦，闹闹，谢谢闹闹前辈，不是，谢谢，真的，我觉得不错的，戴丽，再给你看一眼，我这是能看，这个好看，这个好看，那我的，我也有大爱心，我给你找出来，看它这个有个星星，小卢，这是小卢做的。不错，他是怎么挤？你是怎么挤出来这么大一个？你看，懂了吗？懂了，你放回去吧，你快点吧，你求求你了，你自己吃了吧。挺好吃的，你尝尝。对呀，他的这个多好看，就是说。啊，我的不好看吗？你那也好看，你那好看。你更喜欢哪个？我都喜欢。你不行，你得选一个。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小鱼这边还没接。我就是有气氛，确实。小熊说，他吃了吧，超越平什么？你们俩之后刚好下一个视频，大家一起吃。上线了哈，我，要不我明天，今天晚上在直播看。这么多人在我看不好意思，没什么，他们剪到一个什么视频，我晚上我们偷偷在一起看，谢谢，来画眼线，然后什么？眼线笔真的很不错，他以前拿我的那个毛笔用来画眼线，你知道吗？他说眼线笔什么材质真。瑜伽力真不错，拿我的毛笔画眼线。那我确实，我可以假装我第一次看。我真的可以忍，我真的可以忍。时长是多长呀？你们先告诉我。我就是可以先点开，就是乍一看，好吗？突然变成很欢快的。25分27呀，那是挺长的。那我肯定能忍住，你放心，我肯定能忍住。你想想，我其实一会儿洗漱完，然后睡一觉，起来。你是不是会动耳朵呀？对，我会动耳朵呀。我看一下，我要看一下你真正的耳朵。我真正的耳朵。你是动耳朵来着？那你记错了，爱淡了，只能说。会动耳朵。哪个人会动耳朵呀？是你吗？不是他，我。你都没有这个能力，你女儿怎么听得懂呢？救命！谢谢。谢谢0%。你们够吃吗？好的，我记得慢慢看。你点的是这个吗？然后点了一会儿，谢谢海王。好，云姐。哇，现在那个在做事。啊！你们每个月薪水也就只有90块吗？哎，上个月是100块。有不太空调的吗？很少。很少开，最近才开上，因为我们有风扇呀。有道理。最近外面的风有点小。还盖这么厚的被子。不厚，那个是夏天的，这就是你不懂的吧，小朋友。是啊，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防蚊被。是吧？对，虽然说还是被咬的，就是。我要吃牛肉饺子。嗯？我真的很想吃你奶奶的饺子。想吧。想吃奶奶的饺子。早点睡，早点睡，谢谢。张世明为什么就发了个歪？要走了，好，明明，小明好，拜拜，拜拜，谢谢，小大什么？拜拜。
抽出来的卡。来玩个游戏吧，带给大猛一炫耀，哎，大猛一。哎，他又想玩了，来玩个游戏。你又想干什么？救命！你想针对谁吧？我们这次来唱玩泥吧，好不好？小毛驴一直还没唱过。我又错过谁了？我又错过谁了？笑死！哦，笑死了！张氏那个，张氏云，我给他留蛋糕没？张氏云，你现在过来，你现在过来你就知道了，这是一个神秘的事情。他留了吗？你过来你就知道了。这是一个秘密，你在家呀？那我确实没法给你留，因为它是冰淇淋蛋糕。哎，没缘分。他们笑得好开心啊，我也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为什么也买了一个粉的？没有，这是别人送，粉丝送的。没事，以后还有机会的，是吧？下次去剧场，我可以。什么熟悉的声音？对啊，是吧？当年被他当年被我恶搞的人，历历在目。拜拜，拜拜，大家快乐，再见，没事，祝你生日快乐，谢谢你们。贝贝，哎，临时框，临时框，别笑，别笑，快。你不上你这个人，你们要干嘛？我们俩就这么谈、哎、这两个人为什么这两个人为什么就是说留到这么久，就是盯上我的零食筐了。他在外面帮我打包啊，快点。无语了，无语了。我养的这两个闺女是就是用来沉默了，沉默了。现在是我们的代理直播时间，那我们不得玩游戏吗？嗯，谢谢，拜拜。不理我，他现在都他把你的话当成耳旁风，左耳朵一耳朵进去，我再拍一张吧。好，刚刚拍到脚，那我就拿这个吧。嗯，你拍上吧。他会不会闪到他？就是吃点，我吃过，我拍张怎么了？你又有脚。你站起来吧。我站起来。这是来干嘛的，大弟？嗯。哎呦，给大家表演，这是泡泡机，你给我管一下。我叫你啊，贝贝。为什么我看不见啊？这样，这个泡泡机怎么这么好玩？哎，这个猫为什么会亮啊？我打开，因为它是个灯。啊，小卢，你看看。一、二。你别在人家房间玩泡泡机。你蹲一点点。一。你又跑过去了。一二三。你可以找找有什么能吃的。笑死了，小卢也在，小晴刚刚走了，小晴刚走了。跟个老鼠一样，居然吃了。没有，刚才孙雨山也来了。外面的基本都是快过期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嗯，小贝和小鱼，小姨子是啥？小姨子是啥？这个。谢谢，早点睡，早点睡。为什么？你们。啊！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这样叫人家？要关了，因为我们这里放。谢谢幺七的生日礼物。哇哦，这个看起来很好看耶。刚才的那个也好看，刚才那个在哪？在这。就是有点过曝了，就是说，很少看。对，因为我的灯太亮了，但是好有感觉，又不得不说。贝楚然，你知道贝楚然靠在我的衣柜上坐在那儿。哈哈哈有点辣，是不是？不辣。你为什么这种表情？嗯，还有别人，奶瓶也来了。嘻嘻。怎么能说欠呢？对，有还有，啊，早点休息，早点睡，确实挺晚了，不得不说，谢谢。飞船他不是鬼鬼祟祟，他是光明正大蹲在那儿，就是认真挑选，认真挑选了，可以说是。我能说什么呢？笑得好傻呀！你给拍下来，风车的鞋。嗯，是的。
我跟你说，不是我，你们的名声过期一半，都在我。哎呦，好感动了，贝川，你们真是个大好人，谢谢你。嗯，谢谢谢谢，早点休息。啊，贝川，你就差带个袋子来了，是不是？没有，他应该箱子推个。嗯，好，那我25下。谢谢谢谢小白人的生日礼物，谢谢骨灰级半透明的装扮。哇，好好看呀。还没有完全的显影，你刚才全推走吧，被甩在清空购物车是吗？啊，鸡腿什么什么鸡腿，哦，吓死我了，对不起，我谢谢谢谢生日礼物。艾莉，你怎么知道我做梦吃薯片呢？有薯片。哇，完了，谢谢小团，谢谢麒麟，不是小孩子。谢谢谢谢谢谢。垃圾桶吧，我可以在这吃饱了走。你们能听见他说话吗？这是人话吗？这是人话吗？是人话吗？这是你刚刚掉的。这是父慈子孝呀。父慈子孝呀。好高级。看看我们小鱼就是非常乖巧的旁边一个人。要不你把这个巧克力球吃掉。你吃吧，别客气。你吃了？没有客气。我真是吃不下了。哈哈，我也不知道。你会越来越不聪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的，我会的。不行，生日不能放这样悲伤的，放一个开心的。不放。放了，听《青藏高原》。好，我给你唱。我们俩给你唱。对，结果没想到我过生日哭，居然是什么？小周已经哭了。他怎么了？他怎么了？他是看那个视频看哭的吗？不许哭，不许哭，憋回去。谁哭了？没有，我粉丝。不许哭。一个脆弱母灵。我天哪！哎，谢谢谢谢。那我肯定会忍住的，我要是今天晚上，我肯定明天再看，我肯定会明天再看的，我真的今天晚上绝对不会打开，绝对不会打开，因为我怕我睡不着觉了感觉。你们谁会吃辣？我。他。我想吃。鸭掌、鸭锁骨、鸭胗。好的，那我现在下播，你们会不会舍不得？对，我明天在直播看，准确说今天晚上。哎，我们直播看吗？对对，他们还要公演，明天要早起，是不是？啊，你不用，你俩不用早起，真好呀。明天早点直播，好，会的会的。明天就是随便挑一个可爱的。他们想喝水，我也想喝水。好，早点休息，早点休息，太晚了，太晚了。明天继续见，今晚见。好，别太早行。那是几点呢？反正你们自己盘活吧啊，差不多点告诉我自己再斟酌一下。晚安晚安，大家早点休息。晚安。啊，小鱼你就坐我旁边，不能搁这用嘴说话，非得发弹幕，非得发弹幕，咋回事？晚安晚安，哦，打工人快点睡吧，打工人上学人快睡吧。啊，你穿了红了。哎。皇冠掉了，干爹。不要低头，皇冠会掉。一个亲身事件。对不起，又打嗝了，拜拜，晚安。